怪，你就发现有人就跟他说，哎，我老外公沈医师，你只要吼，我跟那个洪淑清关系很好，你没问题，你就是我会帮你这篇新闻一定会上到那边去。然后呢，于是后来，哎，真的呢，沈玉玲这篇大烂稿也上了，上了之后大家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怎么这么奇怪？这么烂的技术，心里有点不舒服，我觉得怪怪的。人家笑也不是，他的技术也不新颖，药也不新，案例也不新，就是一篇很糟的稿子啊！怎么会做这么大啊？就会开始大家就可能是做人失败，对，然后大家就想说，第一个想法说，应该沈玉玲跟洪淑清关系很好，所以即使他这个技术不新颖，还是帮他上了这个稿。可是其他人就开始传了说，哎呦，听说是有暗盘的，他就说，其实呢，对，他就说只要给他多少钱，那个稿子就能上稿。那结果你这样业界盛传之后，你知道那个记者后来很惨，因为那后来有些公关公司甚至去提案的时候，比如他去跟许巍老师公司，你要做一个，你们也想要登新闻或什么，做一个笔案，他就跟你说，我们可以保证《自由时报》一定会上。他说，怎么有办法保证《见报》？我又没有买广告。他说，因为那是我们自己人。那其实这个记者完全不知道他被卖掉，因为可能那个公安只是来跟他说啊，淑英姐，拜托，拜托，拜托。后来他就给他弄了这个烂稿，哎，结果他没得到好处。可是全部的人都以为他是有拿这个钱，这很惨。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那个献殷勤啊，每次对你很好，可能送你一些小礼物，你就觉得我傻傻帮你做这个，可是别人会以为那是有对价，对，所以你自己心里觉得没有。跟钱有关的事要特别小心，钱这个有件小事，就是我们一些同仁要从中南部上台北开会，那有个同仁就说他订的早鸟票可以打折，替公司省钱，说不错不错，印象很好。突然没隔一阵子，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同事在我耳边讲了那么一句话，说，他就说。不经意的说，哎，老师，活动下午2点才开始，12点到就好了，其实也没必要那么早。他让你那么早。他讲了这一句话，其实他就不用多说啦。那我大概就猜到他上台北来有别的事。哦。就并不是。所以他不是为了找鸟票可以省钱。对，可是他先来先办别的事。对，可他报上来的资料是。定这个时段，我说为什么定这个时段？因为他可以打折替公司省钱，但是早点来是，对，也没出什么包，对，啊，这边又可以走两下。跟我讲这句话的人，对那个买高铁票的同事就是一个小人，对，听到会没说什么大包，但是我对这件事会留下了那么一个印象。重点来了，这个印象也许在某个关键时刻，它可能就会有用了，对不对？所以跟钱有关的事要特别小心。孝正哥教教，那个一般会出这种问题，通常都是因为便宜行事所造成的。那当然就是说，因为钱这个东西是超级敏感哦。那有些情况的话，你要一些证据有没有？你要一些单据，你要保留下来，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在行使这个金钱的时候，你一定要绝对的透明，还有包括有没有你要交代他的一个去向。像刚才那个淑清刚刚讲那种情况，我就想起来我还很菜的时候，我在一个财经报纸有没有在当记者，我访问一个人完之后，结果那个老板有没有就塞了一叠钱就在我口袋里硬挤下去。然后我问他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啊这没关系，这是这个那个这个喝点茶有没有，然后来另外吃马费这样。我就说我不要这个东西，因为我那一叠还蛮厚的。那点蛮好，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需要这个，这个跑新闻是我自己该做事啊，不行你就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不懂规矩。你年轻的，我跟你讲，年轻人啊，不要跟钱过不去啊，这样子。然后后来怎么样子推不掉之后，我就回去之后我就把那叠钱从口袋里面就拿出来给我的总编辑。哦，我就跟他讲，就说我不晓得这个他要塞钱给我干什么这样。他说，所以我们的总编辑看完就好像看到怪物一样，他说，哎呦。你是我这个到近几年来第一次看到有记者会把钱掏出来给大家看的这样，因为通常大家都塞拿着这样。我说那这钱怎么办？他说要不然就自己留着嘛，要不然的话有没有就拿去有没有就交给那个就编政组那边有没有当公积金好了这样，然后就把那个5万块钱哦，20多年前5万块很多，对，然后我就把它拿起来就把它丢到那边，丢到那边去，我写了一个单据有没有？那个他开个单据给我就收起来没多，因为那个就是刚刚淑清讲那样，那个。公司实在是太烂了，我找不到东西可以写，这我写出去之后我觉得很伤自己的名誉，有没有要伤自己的精神，后来决定有没有，我还是这样子就是应付了一下写了之后看出来之后就这么一点点，大概比邮票略大一点这样，没想到这个老板有没有居然就翻脸了，他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们采访中心主任，他说哎，你们有个姓胡的记者有没有收了我5万块钱有没有，给我写了一个邮票那么大的一条新闻有没有，搞什么他那么贵啊，啊，5万块钱还不能买一个这个一篇报道吗？就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就扯过来多久？那个主任都，然后但他应该我是给总编辑，主任不知道，主任就开始问我说你是收人家钱？
对，我说没有，我交给总编辑。对，我好险有没有？就把这个东西有没有把它给化掉了这样。所以跟很多的一些那个上班族讲，钱这个东西真的很敏感，你如果没有交代清楚的话，你真的会身败名裂，一念之间。对。小人无处不在，要特别小心哦。谢谢四位来宾的分享，谢谢。